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我是复仇人，今天要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。苍蝇王，不要学我。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我是复的超人，今天要跟大家玩个小游戏啦。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有彩色笔、纸杯、美工刀、宽的透明胶带以及手电筒。手机的手电筒也可以吗？可哟。那我们开始吧，苍蝇王跟着我一起做哦。 Go go go！ 我们先把纸杯底部去掉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刚刚已经先去好了哟。小朋友一定要请爸爸妈妈帮忙哦。好了之后，在底部贴上胶带，然后在胶带上画上喜欢的图案，像是花呀、动物呀，什么都可以。苍蝇王，你画了什么呀？我这个兜兜比较难画，复仇人，你等等就知道了呢。这么神秘啊！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本大爷画好喽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准备好手电筒，然后到没有光的地方，看，酷吧？哇！酷毙了！苍蝇王换你了，你到底画了什么啊？我画了我喜欢的东东啊！别忘了订阅富的超人的 YouTube， 和到富的超人粉丝页按赞哦！我们下次见。